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！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！说好了，今天一定要给他们洗个澡啊！答应粉丝了这么久，对吧？一直没有兑现承诺啊！今天一定要给他们洗啊！先把他们放出来啊！你看那拉的，又是那小伙儿干的。回去，先回去，别给我激动，回去。那小黑根本都听不懂我说啥。我先叫卫生给恁搞搞，好不好？先回去，回去吧，们。你别给我使屁子劲儿啊！笨笨也激动的要说话了，我去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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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激动。真是不该为恁吃香蕉。你看这拿嘞！哎呀，你被踩住了，一边去，一边去啊！真心球，混不进了，看踩的呀！实在不理解你，小伙儿，我谁都能理解，我就是不理解小伙儿，你是咋想的？啊？但凡有点智商，也不会干这事儿，是不是？哎呀！走吧，等会儿回来都开始洗澡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去吧。好好好呀，就恁俩这还照等等我，笨笨在那里面，他还挺会找地方，找那个树下面接手。小黑呀，在那里。那笨笨和小黑还是很机灵的，知道吗？每次都知道出来干事啊，出来是干什么的。那小花就，就搞不清楚他脑子到底怎么想，搞也搞不明白。一个粉丝说啊，我穿那个红拖鞋啊，不美观啊。给我提出来的建议啊，然后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就拍视频，还是穿上鞋子吧，给大家穿上鞋子，给大家就走的也方便一点，对吧？穿那个红拖鞋，对不对？这么多人看我视频，对吧？确实不太好啊，哎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天越来越热，就是这样啊，让他们在那里跑着玩一会儿吧，然后的话，等一下回去喂他们吃饭，吃完饭先洗澡吧，先喂他们，先也不是先喂他们，先给他们洗澡，洗完澡再吃饭啊。今天把这个事情给做掉啊。小花的腿也是怼开啊，现在基本上没太大问题啊。我发现的话，就是说这只狗啊，它好像有那个细狗的基因，是不是？啊，说你呢，看我一下，扒拉你几次了？我说你是不是有那个细狗的基因呢？啊，怎么你说它瘦吧，摸着身子上面也是有肉的，对吧？就是看着瘦啊，就是摸着这个骨头这里啊，一排一排的，这和那个细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特征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爸或者他妈是不是那个细狗生出来的，这个狗就一看就是吃不胖的那种。走，好，走。笨笨，
走，回家。不接收了吧？都接完收了啊。走，走走走。把这个给你们摊开啊，这个给你们摊开，摊开放到这里吧，摊开放到这里，这怎么又落水了？这里面，洗澡啊，准备洗澡。我考虑的是，这个里面已经晒了有两三天了，这个水，这个水晒了有两三天了，这个里面跑水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啊，不怎么跑水啊，说实话不怎么跑水啊，又跑了一些吧，也算是，里面还有三分之二的水，然后这个的话是我130多块钱买的，这个是130多块钱买的，那个是40多块钱买的，然后我考虑的话把这个。那个全部都给他们用啊，夏天的话就全部给他们洗澡用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这个桶的话，说实话啊，我觉得更加适合给他们用啊。要烧水的话要烧多少水啊？好多人就一直说为什么我不给他们烧热水啊，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啊。看小黑在后面，就是一是啊，我家没有那种大的烧水壶，就是只有喝水的那个很小的那个烧水壶。二是我家也没有那个保温瓶嘛，也没有保温瓶，所以就没有办法，就一边烧水一边给他们洗澡，一边给他们供热水嘛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就按照网友教我的方法，就用太阳能，对不对？太阳能发热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大家能够理解吧？确实也很无奈啊，就是这样。行，然后给他们洗澡吧，给他们搞到这里面啊，让他们先适应一下啊，看一下游泳游得来游不来啊。真的是这次是想一下啊，100多块钱哦，给他们搞的，说实话还是有点心疼的呀。但是这个说实话我又确实用不到啊，因为这个里面对吧，确实也不方便。如果我真的洗澡的话，我就直接拿着水泼几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泼几下水就好了，然后给他们丢进去试一下，然后这个就是，就是这样啊。小伙儿，你可以给赏头，但你别给我尿到上头中了吗？我就最害怕就是这只狗了，就不挑时间，不挑地点，对吧？说尿就尿，对对，这一点我就比较讨厌它的地方，对吧？呀呀呀，那笨笨得嘞得嘞得嘞，跟猴一样，想想你扔进去吧，笨笨。然后上一次我给他们用的就是这个宠物沐浴露啊，就是用的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并不是人用的，大家可以放心啊，就是这样。而且我给他们买的其实是有这个除皂剂的，除跳蚤的这个剂的，但是我就怕他们吃到啊，所以就给他们用过一次，然后就没怎么用了。今天给他们洗完澡之后再给他们用这个东西啊，都先放这个位置吧，都先放这个位置，试试吧，孩儿，试试吧。